只要本官一声令下，你就会被乱刀砍死。你笑什么？可悲，可笑。你什么意思？ 真的，龙凤庆，你以为我会带来这里吗？只要张仪半个时辰不出贵府的大门，龙凤庆自然会有人呈给熊怀。你以为所有的秘密只有张仪一个人知道吗？你以为你们楚王的身边就没有秦人吗？上大夫是可以杀了张仪，成了一时之快。 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熊怀知道了你做的这些勾当，会怎么处置你？怎么处置郑娘娘呢？来，动手吧。张仪在黄泉路上等着你，都退下。 上大夫是个明白人，若按照张仪说的去做，一切自会风平浪静。你到底想让我做什么？张仪想拜托大人，说服楚王答应与齐国断交。还有一件事，张仪想拜托大人。你又想做什么？此番来楚，张仪想带走一件心目已久的钟爱之物。 到底是何物？和氏璧？什么？和氏璧在兰台宫里，你让我如何去拿？这就看你了。张仪以为，在楚国，只要大人想做，就没有大人做不到的事情。你这是要害死我呀！张仪怎么舍得？只要大人把和氏璧给我，龙凤敬。 张仪自当双手奉上。